给树里为了宣传战国三公主来到台湾，他一到机场便亲切地和热情的粉丝握手。马上终于有机会到夜市晃晃，他面对琳琅满目的各式小摊，显得十分兴奋。发现有人在敲打按摩时，觉得很新鲜。一路上东看看西看看，对小摊上的可爱小物，则一一拿起来认真挑选。上野树里从头走到尾，逛得十分开心。隔天一早，上野树里来到101，登上世界数一数二高的观景台。虽然天候不佳，无法眺望到台北街景，但却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好兴致。看到与101的合成照片，大家议论纷纷地笑了出来。再逛到防震风阻器，上野树里认真地开始研究了起来。锁定未来之平台，将战国三公子